时间到了。别挣扎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去你个鸟命！你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是仙，我自己说了才算。别的看法都是狗屁，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，这是爹教我的道理。若命运不公，就和他斗到底。哪吒观后感，险些开气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。李叔他们去看了看哪吒，出来了些个观后感。那也得写，那不也看了？我去给恁拿个杯。你这就是算了算了，我直接找你写去吧。俺都多长时间没写过了呀？啊？俺都多长时间没写过了？恁俩先写哪吒观后感。这字体写工整呢。哪吒是魔童的僵尸，你看全名你还记住了？嗯。要不然，你用我呗。学霸和仙女，我用小仙女吧。老巫婆了，小仙女。来，我做完给你写。我给你写一篇啊。墨子咋写的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大仙儿，我给你写写墨子啊！忙了，你写个大的。啊，我们俩临摹时想不起来对上字啥。欣欣，你过来坐这儿。哪来啊？咦，还是担心我操作了，我不操作，俺俩脚都不同，我一大人脚都写的跟他写的肯定不一样。你要你写好就写了我题目啥事儿，还好意思说我？我只好写了题目，还有写了俩字儿。写完了。嗯，好。一会儿我念念。好。那你先休息一会儿。你加卷了？嗯。对，原来这年纪看图说话，写了那些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先写一会儿啊。行。你看，哎，咋还也不起杯啊？完蛋。你都写完了？对啊，我还没写完呢。那还是我有脑活多，不知道跟您今天拿什么，快来。哎，你这人都是念吧，哪吒是魔童降世，观后感。哪吒是魔童降世，这部电影展现了哪吒的勇敢、智慧、聪明，自己的命由自己决定。下一段啊，你嗯，我就一段。那你念，那你选别人念的，你选一段念。你这不哪吒观后感，严心卓选段。开始。玩踢毽子，然后敖丙暴露了身份，所有人。所有人都知道了。好了，念完了。嗯，好，下面也请天黑哥同志念，念吧。天黑哥女士，天黑哥女士，能不能说同学？魔童降世啊，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后感。这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，我在电视上看了预告片。
邀请他最好的朋友敖丙，也是他唯一的朋友。可是申公豹却从中破坏了。吃个苹果吧。我给你念念最后一段啊。这是一部很励志的电影。哪吒的命运一开始就是被定好的，可是他从来不信命。经典台词就是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。”冲补了啊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每个人的命运。每个人的命运如何，其实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看我不好意思了，那没事，说都可以念的。先天条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后天的努力才会使自己的人生绽放出不一样的精彩。完。为什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秦庆和幽庆，要没有秦庆和幽庆，他也变不了那么强大，是不是？钱大头，今天我的钱是胡老面，我给你先点肉一千块啊。胡老面不是钱是的，哨子是钱是的。你第一次说钱是的时候，我也没弄懂，我还想着钱是今生的钱是。我现在是咽菜师。咽菜师都不能叫菜师。那是咽大姐，你是咽，应该是咽大姐。啥咽大姐，咽大姐呀？我是咽，你是咽菜大师，我是咽菜师。我俩是咽菜大师，我是咽秤。你是咽秤师啊？你是咽秤师，我是咽菜师。我的菜啊，像全是加盐的，加盐加糖，一根豆芽，小颗的娃娃菜，一点点肉，两颗韭菜，韭菜不是两颗，韭菜挺多的。豆角搁这，豆角搁豆芽搁那儿，你搁出来分散，尝尝啊。等着翻菜了，现在要翻菜了。哎呀，肉都快糊了。哎，你早说，我不是问你。不蘸辣椒，吃吧，也不蘸辣椒，不蘸辣椒。嗯。吃吧。嗯。嗯。嗯。
你看哥哥吃多少？明个比赛干脆先吃完啊。好。好。量稍微多，你打了不少。嗯。我打。你打了通宵。嗯，哥打了通宵。我不吃呀。你跟谁比赛吃完？你说呗。给他，给他比赛吃完了。你看，哇，啊，吃饱挑菜了。你看，哇。